块钱呢？五百斤，这么窄的料是最好的。哈满鸡是最好的，你管它。八百的都是这种吃的，那时候。八百的那时候是这种吃。八百的这么窄的料，你吃什么？特别花刀，你能吃得出来吗？根本吃不出来好坏。继续说。曹总不给他尝一下的？